参哪吒。我要展示一下双截棍，我都疼了一下。有人说你长得像谁？但是排名是这样的，张学友的会多一些，然后是田亮，再然后呢文章。我真心觉得你像马云啊。我是印度来的老北京人。撒娇是什么样的你知道吗？为什么要撒娇？哎呀你快点吧。应该黄磊一撒娇我觉得心就软了。你一个谈过多少次啊？26次。知道的人生需要一个女人干什么吗？不知道。这没脑袋挺作的。我觉得他是来相亲的。我很多人说他未成年非诚勿扰，敬请关注。